里有单身的一定要养一棵巴西木，也叫做幸运木，里面呢有一个呆萌的格鲁特，不需要晒太阳，遇水就能存活，一年四季常绿，时间长了呢还会开花呢。传言一旦开了花，就能够遇到此生最爱的人。千万不要看价格，因为呀，我怕你打我。